就是其实我觉得就是活在当下。当然人有梦想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可是每一分每一秒它都很精彩，而且你根本掌控不了。可是计划是一件重要的事，我们要有计划，对，但是我们同时也能够接受万变，我们要接受这世界给我们的挑战。我想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他们说是天涯海角，就最远最远的一个录音棚，觉得就是世界尽头那种感觉。我们就是希望离开都市，离开平常就见得到的一个环境，想要去远一点的地方，看会不会有更不一样的灵感或者是什么，感受那边的水的声音，风的声音，我觉得会很不一样。这几年其实做音乐，公司包括支持我的朋友，他们对我的空间也都很大，也尽量让我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表达自己想表达的东西。但是这样子的怎么讲，这样子的空间，其实我比较担心是我会离大众越来越远，可能我自己也有感受到领悟到。接下来我们都会在这边，这是我唱歌的位置。哇！哇！哇！蛮舒服的。就是一个作品，如果真的是作者自己喜欢，同时观众也非常喜爱，这个就是很珍贵的东西。还是希望可以做一些跟大众有共鸣的音乐吧。这个好玩吗？好不容易，好不容易，没事，大家都。我刚刚在拍的时候就看到一台飞机，我就说那个应该是你的，真的。然后你就来了。对对对，哎呀，太好了，是喜欢吗？好喜欢。哎，但是那个这个地方我没来过啊，就是但是我知道有一个这样的地方啊，一个录音棚，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录音棚。那不是因为我想旅游，我们才去一个地方。主要就是我觉得可能老肖太过在自己舒适圈里面，在家里，然后在自己录音棚里面弹着吉他就可以一天都不出去，不然沟通。那我觉得这个他需要，可能需要出去一下。老肖，今天我们第一天来到这个，我们其实筹备已久，筹备已久的一个计划。那其实原始的概念就是我们在路上，我们在寻找。那我想特别跟你讲，今天我们开始的时候，第一个歌无目的的找目的地。好，
我们的目的地到底在哪里呢？是快乐吗？还是是一个完美的地方？还是不是？我们其实是带着这个心态，我们去经历，那然后我们到底有没有这个地方，有没有一个所谓纯粹真正完美的地方，也不见得那么重要。它好像代表了一种精神吧，无目的的，不是真的所谓的盲目的不知道去哪里，就是我们采取一个比较是说开放的，没有一定先有预设的答案的，我们等于是说只有一个方向，途中有没有新的发现呢？可能有。那到底有没有所谓绝对的完美的跟那个所谓快乐的地方呢，就变得不是那么重要了。因为这个旅途里面我必须经历过当下，对，这个现场才是重要的。对，那我们试一下吧，镜头了，刚开始，我自己我都没有，我没有试过 ，fresh， 好，好，真正的第一次，好，我叫三，开路了，加油！好兴奋！你刚手唱的时候的距离是大概是怎么样？就这样。可以，我觉得可以再近一点，没问题啊，没问题。嗯、我大概跟老肖这样子解释，我说啊、嗯，你可能在现在的人生路上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或者一些困惑，那个困惑不是一个啊，我有什么严重的问题，那我也不是医生对吧？我也没办法医你的，但是我觉得我可以跟你一起走一段路啊，我们一起去寻找一个答案。Hello。Hello， 你就听得到。好，我们现在走一遍。冰的却冰的，他说的他没法的，都熬过慢吞吞的，不带也不争气的。稍等。好，这个是李老师改的，对。然后呢，我想你再试一下，就是每一个尾的都长一点，因为你现在是冰的去冰的，就是这样。你如果是冰的冰的去冰的，好长一点。哒哒哒哒哒哒，这试一下这样。好，嗯。尤其是在前半段，对，尤其是我觉得我在整体试一下用这种拉长一点的感觉。你等等我。老师的声音好哑。冰的去冰的，他说的他发的，都熬过慢吞吞的，不带也不争气的，敲碎的敲碎的，蹦的我蹦不得，都熬过痛的不得，不要再有的没的，真的快乐就得要大体承认，热不热也别足够快乐，亲爱的。他的歌曲的风格在这一张专辑里面是跟以前是非常不一样的，或者是所谓的以前是可能过去十年都没有这种曲风。我心目中相信应该可以唱的一些歌，或者是这种歌在现在目前的阶段里面它适合唱。那我只是提供一个，其实这个也是他的可能性，给他另外一个世界，等于带他来挪威也是一样这样的生活。盲猜。
进来我们听一下你自己的那个、oh. 感觉。你觉得？我觉得唱的还蛮普通的。刚你看玩那个多好玩，你这个就一点都不好玩啊！这不好玩是？对，马上来了，马上来了。这歌的乐趣，你不要放过每一个字，它的声音跟它为什么放进来？嗯，就比如说它作为一个完整的一句里面，它为什么要重复用两遍？对，老师，这都是有特别，他都是特别有用意的。嗯，你们就是如果有任何需求，就直接说，不要客气。因为其实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我其实更希望就是听到老师喜欢我的样子，并不是我喜欢自己的样子。因为我觉得如果用我自己的想法，就会跟我以前的东西没有任何脱离感。嗯。所以如果待会儿有希望我怎么做哪一次怎么样、嗯、我都会尽量做给大家，尽量做给老师看。好、啊、没问题的，你放心。我们不会放过你，你放心。冰的却冰的，烫手的烫发的，都熬过温吞吞的，不大又不争气的，擦碎的擦碎的，碰的我碰的。这一张专辑，我觉得我们可能就好像在拍一部戏，而我就是一个演员。你给我什么剧情，我做什么剧情。亲爱的，亲爱的，就一定要强。而第二句的跳舞老师可能就是导演。就是然后传，然后法兰老师、周深老师，他可能就是编剧。好，注意那个字的开头的发音，嗯，把它做的清晰一点，嗯，试试看，嗯，除了尾音以外，那个字的开头，嗯，试试看，再实一点，嗯，对，好 ，OK。我觉得他是有准备的，但是他的准备是他先把歌词看了，但是他没有用个人的理解去把这个歌词是故意去理解，他只是看着歌词把一些文字啊或者发音做好了之后，他来到这里，然后李老师第一次跟他说这个内容，我们希望在这里在录音之前给他一个节，他也准备了在录音之前会接受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对歌词的理解，然后他用一个新鲜的一个理解来进棚，这个也是挺好玩的。嗯，亲爱的，你真的可以的，跌的地的确得听不得。那么多年没有制作人的时候，他觉得我自己加入的自己这样唱，没有人跟他说你应该这样唱，所以啊。如果能抛弃或者是放弃自己的一个习惯来重新去接受一个新的一个尝试的话，我觉得可能性就会很大，就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他愿意去接受这个事情，而且没有反感的去接受，那代表无论在音乐上或者生活上或者对人生的态度上都是这样的话，他的潜力就是无限的。好听，你自己觉得呢？你觉得这个是你吗？你觉得这个是你吗？这很像以前的他呀。对，就是我觉得只要跟我现在想法不一样，就是好的。他现在有多否认自己，你知道吗？我是很开心的，而且我相信很多人听了会很开心。就他这样唱法，跟他原始的唱法很接近，他到后来。就飘很远。对，这首歌很棒，哎，我觉得这首歌很有那个
那个带动，对，带动感。我已经看到我演唱会的 ending 了，还有一个小时。不是我的，那就是对的。没有。大众的审美本来就有千奇百怪嘛，就像我一样，我自己的审美小众到一个不行啊。我自己知道，如果我用我自己的审美去完成每件事的话，那么它肯定就是一个极小众的陪伴。这一次这个事情是他自己跟我开口的。他说我觉得我是不是应该找一个专业的团队来协助我。他跟我讲这个时候，我其实我是又兴奋又感动，因为没有人敢开这个口，就是你要不要找个制作人帮你，除了他自己，不是因为你讲这个话你在否定他，其实不是，是不是我们只是想帮助他把他的东西更好。所以我今天一进来我就说，哇，我好久没有陪他录音了，因为他就自己弄，他时间到就交个母带给我们大家，然后我们大家就全盘接受，也没有人会，哎，这首不可以，那首不可以，完全没有。我觉得他是一边开心一边又难过，开心的事就是对他这个决定是对的，难过的事就是他自己决定的事情都不对。但我觉得人要能够面对自己的。就是长处跟短处真的不容易，他是这点蛮勇敢。为什么啊？不知道呀。它是野生的吗？不知道。哇，乖宝宝，应该不是哎、欸。不是。好可爱哦！带走，主人不在。从挪威再带一只猫回去，我们也太强了吧！又来。又来。他要录歌。什么？你要什么？好想摸。你要什么，乖乖？好可爱哦。这白纸渴望你写心事，但是你揉碎它变废纸，那故事后来谁来继续？每部列车，每一个人，稍纵即逝，再一次，原来十分奢侈，被你丢掉的，最后都落在谁的手上？长路漫漫，爬不回你的身旁，你从不放心上。你被丢掉的，是否还觉得被谁弃养？那些不堪不安却给你滋养，强迫你茁壮。假设世界上有那么一个地方，它收容所有这些被丢掉的人事物，那他们假如万一有感情，那他们最后都去了什么地方，落了什么下场呢？他们本身假如有情感的话，他们会不会失望或是沮丧？好，我们换位思考，前面我们抛弃的觉得其实也没什么啊，可是换位，假如我是被抛弃的，我心里面是不是还是隐隐觉得有一种痛在里面，我是被弃养的。每一部列车，每一个人，稍纵即逝。
其实我们在追求理想梦想的过程呢，一直想让自己进步，然后在进步的过程我会喜欢上别的东西，一直去达到我希望我自己的样子，但其实没有人在意，他们在意的可能是最初的我，只是说我的喜好跟我自己追求的自己会慢慢让我跟这些东西脱离，但是我并没有不喜欢，所以我希望让老师把我拉回去，把我带到观众喜欢我的样子。刚听啊，我觉得有一个不晓得为什么老肖你有做那个停顿，不过你总体哦有一种听得出来的悲伤，对，那是不需要的，那是不需要的，对的，对的，你的情绪要放在后面才放出来，是这样，我不如。这位预告炸了丢了，这月底曾是谁的泪滴，这收到录像之前一直垃圾上写在真实无助的心，过去是过去，有时无名。你觉得你去了哪里要让老师把你带回来？去很远去很远，但我在那个世界很开心，我知道那边有 一群很开心的人。你知道他远到他整个人都很远，他不是只有作品远，他的他想弄的头发，他想穿的衣服，他想做的每件事，你都会这样 OK。 然后你知道我又会用我会一直分裂我自己的人，因为我很会换位思考，我会想说他就是因为有艺人特质，我要不要让他试试看，我不能每件事情都照我的手去捏，我得让他自由发展，但在这边我又得顾着怎么大家看他的眼神很奇怪，没人是觉得是对的，我总不能是个唯一的支持者吧。我说但你是公众人物啊，你跟我不一样，我可以不要人家喜欢我，你得要人喜欢你，这是一个很血淋淋的事实嘛。那个人却还触摸魔力，寂寞对立谁在坚持无助的心，未来是未来下落不明。我在意有人喜欢啊，我不能说我不在意市场，但是市场不在意我手上，对，市场也不在任何人的手上，市场是大部分人的手上，那个大部分人是什么我很模糊的啊，所以我为什么要推测一个流动的人群的一个模糊的一种音乐的品味啊，不如我们很坚定的去做我们自己喜欢做的音乐，但是不是自我啊，我的意思是就我们认为这个是好听而且是好听，对吗，就那么简单。最后都落在谁的手上，长路慢慢爬不回你的身旁，你从不放心上，你没得到的是否还觉得被谁欺压，那些不堪不安却给你滋养，强迫你茁壮，是谁的品味，是谁的浪费，人生的滋味有没有爱飞。要 hold 住留在最后。重新一个问题，你觉得像你吗？不像。不像啊。可是不像你不就是好的吗？对，不能这样子，不能回答。连我都觉得，哎，这个人不错。啊、哎呀呀呀！哎呀哎、呀这个人是谁呢？因为创作人呢，就等于一个人的性格一样，你可以不同的打扮，或者是
你的性格可以符合某一些东西，但是你的核心是不变的。就比如说音乐风格也是一样，你可以尝试不同的音乐风格，但是如果一个创作人的时候，你会听得出啊，就算你不同的风格，那个都是你，因为你选择的旋律，你选择的所有的东西都会有个人的色彩。他可以尝试不同风格，但是你会听得出那个就是老夏的东西啊，这个变不了的。坐着等，立刻起身，热血滚冷，你的我的旧的版本，都认都认都认，三三二一确认一